很多名人长得相似度极高，并且这种相似是跨越性别的。如果再扩大一下范围，从广大民众中挑选一名人长得相似的，那么就更多了，所以就有了各种形式的模仿秀。如果范围再扩大会怎么样呢？3月1日有网友在微博贴出自己的爷爷奶奶年轻时的合影，照片中的爷爷长相跟演员郑恺相似度极高，连郑恺自己都转发微博忍不住称，难道我是来自星星的爷爷？网友也表示，郑恺与老人年轻时长得实在太像了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